林志颖，林志颖，你刚刚在干嘛？你刚刚那个动作是什么？挖耳朵。你在挖耳朵？挖耳朵为什么要掀衣服？肚子痒。肚子痒？肚子痒是肚子胀？肚子痒。哎，你洗澡都没有在洗肚脐啊？有。哦。哦。所以我看错了。哦，耳朵痒为什么要掀衣服？还是肚子痒啊？哦，肚子痒啊、哦！哦，不是肚脐黑。有事。哎，你拿凡士林干嘛？啊？拿凡士林要干嘛？护肤耳朵。凡士林狗耳朵。用嘴唇、啊。用嘴唇哦，不是用斗宅很黑，要清洁。很干呢、啊。斗宅很干。不是我嘴唇干。啊，肚脐有洗吗？有啊。哎，这到底是哪里很黑？黑的地方，肚脐吧，肚脐跟屁股那个比较黑，都不黑啊。我看一下，